罗国乡当地地球生产合作社今年的当地比赛获胜作业，同款交由地界场专家严格把关。今仔日公布新品种组甲乌龙组的得奖名单，将伫12月30日举办颁奖典礼以及展示会，欢迎乡亲到时前来罗国林好地来盘手礼转去。工作人员拿到得奖的名单，和参赛地龙拢真紧张，大家拢想要知影今年的东台比赛究竟是谁将得顶台红抱登去。今年在制作冬茶的时候，就感觉品质非常的好了。但是我们的茶好，别人的相对应该也都不错，所以这次来兑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，因为我知道对手都很强。那这一次能够之所以能够胜出的话，我是觉得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幸运了。今年的东阿地在新疆过程雨水充足，所以品质是相当袂歹，但是马上对考验地龙栽培管理的能力，而且这地的过程嘛绝对袂当青菜。因为养分吸收的关系，所以容易比较偏稍微淡一点的情形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可能就是要靠肥料的这个补充来进行处理。那比较好的就是说，在我们冬茶采收的这个期间呢，因为天气状况还不错，整体来讲虽然就是滋味比较淡薄。但是，对于冬茶的香气跟这个韵味的表现，就是有带有烘焙香，那也有茶的韵味，都表现得不错。罗国乡当地地和生产合作社近年来积极拓展中国的销售市场，为农民争取更加多利润，希望会当将罗国好地行销到全世界。目前可以合法报关进到大陆的茶叶，应该是只有我们洞顶合作社的茶这里了。那目前有过去的哈，在今年8月到现在已经过去1600斤，那再加上1月份，我们还会过去400盒的这个清香茶的礼盒组。那后续我们总经理也会针对我们其他的茶品持续的去推动，让我们的这一些茶农可以将我们鹿谷好的茶、优质的茶，可以持续推广到大陆，甚至说世界的各地去。这个台湾的比赛将在12月30日举办颁奖典礼跟展示会，欢迎全台各地的民众到时来到罗国假日地区，各位游一下好地。记者陈长。好的。